女友常说，眉毛是她的第二生命，身为好男友，先帮她画起来，早上就不用手忙脚乱惹，我真贴心。在想说今天天气要冷不冷，要热不热的啊？我穿了一件看起来蛮凉的长袖，那、啊、你看帮我看看这样可不可以，好不好？我想说这个长袖啊，可是那也蛮凉的。你帮我脱起来，我都不起来，我都不起来了。每次就想办法，别把我拉了。